开啦，耶，开台啦，开开开台，哇，好久没开了，好久没开台了，好久没开，好久没开台了，年后第一开，对，跨年后第一开，一年没开了、欸，对啊，我一年没开台了。对，是看来是去年的、欸。想那时候开台是去年的事呢。对啊，对啊，去年开台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嗯。对啊，日子过好快哦。嗯。安安，年后第一开，大家安安。繁星，干嘛？帽子还在吗？没了，碎啦。什么帽子啊？圣诞帽。帽子帽哦哦，对耶，现在已经过了，有啊有很多的猫不见了。过了，那你希望下一次是什么东西在你头上？兔儿啊，复活节。哦，那还很久呢，感觉还一段时间。不是三月吗？不是四月啊？哦，那就四月啦。是愚人节后吗？那就还是我记错。这样有六换 skin 吗？没有，因为我找不到我的 skin， 所以我就找我之前的 skin 直接弄了这样。哎、欸，那我的，你变比目鱼了、欸，感官也是，感官也是很敏锐哎、欸。我想说你好像不一样哦，对、欸，你的脸长不一样哎、欸，你白怎么会这样？你白内障了？我现在旁边好像长一样。我现在也比较好呆啦，对不起啦。不是啊，你白内障了啦，你要看医生了。天日的休息让我双眼无神，仿佛失去了自我。休息不是很好吗？休息不是很好吗？真的不想要休息啦，不想休息啦。应该在讲，我想到我就要回去上班了，我就也双眼无神，内心痛苦。有没有这么难过？太难过了吧？难过到我的眼睛就失去了颜色，失去了高光。你这个就很像是那个村民的眼睛哎、欸。我的天哪、啊！从今天开始，我就是村民了。有没有要找我交易啊，小雨？打他！把他杀了吧！村民叫……你知道傻子穿绿色衣服对不对？你去铁巨人那边好不好？你是不是傻子啊？村民的傻子，我怎么不能交易啊？一下说不定很那个。通常穿绿色衣服，我们就不想要那个村民。对啊，就会被杀掉啦！你是傻子，是无业游民。有没有人要买苹果啊？没有，你傻子，你就不会卖苹果。哎、欸，这个不会工作啦、欸。这个是我们那个学校种的苹果，我想要开一间农园，你可不可以买一下？一颗800块，谢谢。他明明就只会摇头。他只会摇摇头而已。原来我回来了。喵。哎、欸，月，嗯，你可以看一下吉沙安德杀几只吗？吉沙安德统计，对啊，生物，哎、欸，我也来看一下好了。中介使者个十百千万12344只，好多、哦。那时候是想13而已耶，想说你杀到那么多只，应该是沙安德吧？那想，好夸张哦。他会算在生物啊，他算生物里面哦，7000。9000多，就跑去修装备啊，哦、或者解什么？哎、欸，那我是最不修装的，我就4000多而已，超少。等我一下下，好，没事，你豆豆的来。哦，哎、欸，我杀僵尸刚好杀了1000只，哎、哦，你有？那你等下要破坏那个平衡啦，你不能杀。我要只打僵尸村民。你要？可是你也太累了吧？如果你今天任务是10只僵尸，你要怎么办？对啊。可是僵尸村民也是10个哎。对啊，那你都不能打破嘞、啊，你就你要自主性放弃那个任务，你要吃素了。为了这个1000，我也不能去打 boss。有人 K 我吗？没有啊，是有人跌倒而已，是我跌倒而已啊。因为我在是想要有人 K 你吗？哦，我只想被打吗？我的苦一趴是187耶，你北七耶。哇，那你应该被骂了。你们可以看一下最后一个吗？玩家击杀。玩家击杀被击杀或击杀人，你没有杀死过玩家，玩家杀你23次，我就
玩家杀了你24次。我没有杀过人呢、欸，我也没有杀过人，我可是我被杀过人，但是我被杀24次，我被杀2次，怎么可能？团团怎么可能没有杀过人？上面写我没杀过人啊，怎么可能？所以我们的那些杀的次数到底是谁杀的？不知道哎、欸，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好嘛，那不然小雨现在来试一次嘛？我不要啊！还是我们死掉？还是我们死掉就算了、啊？就算被杀？哦，有可能死掉就算了。那小雨来测试看看、啊。那你的死掉次数应该会跟旁边的死亡次数一样啊？对啊，我两次，好奇怪啊、哦！进度可能被生物杀才算吧？嗯，杀死被杀死23次，谢谢大家。8、9、10、11、12、13。哦，有啦，那个啦，导游声音今天不一样，是因为他今天不在家里，嗯，所以他会不一样哦。哪里不一样？变得更好听，你的声音变得比较偷空的感觉，更好听，更温柔。哎、欸，其实没有，嗯、然后都被压路机压过，对，是被压路机压过。师傅更好听，更温柔。那哈基要开始了，他要开始了，你来不及了啊！我怎么少一个人呀、啊？讲出来，讲讲出来，讲出来，供出来。点名，点名到了。哎，我们今天少一个人啊，那天请假，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出现，然后不见了，不见了，没讲，没有讲，没告知，应该没讲吧 ？SK 没讲啊，没有，对。好，我就先跟各位稍微讲一下啦啊、哦嗯，我们这一次跟下一次是我们的轻松生存的最后两次啊，最后了，对，那要干嘛？就没这个系列吗？之后会有个轻松生存二出来，吓死人了！还是第一季结束啊？原来如此啊，差不多了啦，对，差不多了，差不多一年了啊、哦。那我们准备办个第二季，第二季的话呢？我们到时候整个上面的场地还有整个系统也会整个大改。哦、那因为想说大家的心血这么多建筑不忍同心，所以我们地图啊一样保留，装备也保留。哦，耶！不然你们的那个稿子加时幸运可能会哭死。跟你的宝剑，对，有人刚加时，你的宝剑也会哭啊。对，然后呢，我先预告《轻松生存》之后再洗牌的时候，就是在1017的时候了。对，好，那新成员的部分到时候可能再讲哈。那也之前讲过说，就是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人被淘汰掉这样子。对，还有什么鸡？嗯，有人对你砸鸡蛋就生小鸡、欸？哦，有人砸鸡蛋？为什么？那鸡卡住了、欸，哈鸡啊，那鸡卡住了，哈鸡卡住了，好可怜，鸡卡住了，他是新成员之一耶，对啊。我先讲一下，我刚刚稍微修一下那个钢铁巨人那个剑，大家可以再用看看，应该是可以的啊、哦。然后还有那个，哎，我们上面不是有锻造系统吗？锻造系统，我看到铁巨人在上面呢，对，就试一下。锻造系统的话呢，它。你现在放整叠的那个宝珠上去，它会一颗一颗慢慢扣，不会整叠。哦，还有 bug 在跟我说。然后各位观众啊，如果还有什么想到新的那个任务啊，欢迎投稿，好不好？我现在那个任务急缺，非常急缺。告、啊、你们在那里面怎么办啊？没任务解了啦。真的，知道来射酱油了。哎耶、yeah! 哎呦你可以都打做了居心好那我们今天就自由到自由到打酱油打酱油先去看一下任务对先看任务我要先我应该朝更远的地方看我要先生育水稿啊那稿子好可怕比目鱼肚鱼要打肚鱼啊、哦、我想要比目鱼哎呦是肚鱼杜鱼，凋零骷髅，那不是没有僵尸，我还没去看晚点看，帮他加一下啦，让他有个新任务，打僵尸。哎、欸，叶妹来了，我来了，来，不欢迎，过来，不知道从叫我今天特别卡那个声音，啊、今天很声音偏很短，特别凶哎、欸。那我敲一下哦、啊。问一下、欸、有没有人要打叶妹的？我要去看一下。啊，有叶妹的，他们就不能。为什么哈基家这么大一间没有锻造台啊？
要走啊？锻造台怎么会有嘞？他的家楼下就有啊。哦，是他家楼下吧？没有啊，锻造台啊，我要做那个，他把武器升上去吧。对对对对对，你去找村民也有啊。哦，都杀回是。哎，怎么了？怎么了？过来啦！没事，我家刚刚等他离开的时候，蹦出一只苦力怕了，把我家的盔甲全部炸掉了。啊！所以代表你家不够厉害，你看帮你 debug。谢谢。要亮一点哦。要亮一点哦。等下，哦哦，雨月家怎么变这样？哦，我现在看到。欸，那他已经改很久了，就是圣诞节那个装饰改完就变成哦，我找到你的升级装备了。怎么了？打页面好累哦。有一个珍妮佛罗佩兹订阅我了耶，好棒哦！好棒哦！哇，是珍妮佛罗佩兹。小心你的村庄，佛罗佩兹。对啊，小心你的村庄。会攻击，要攻击啊！攻击啊！要攻击啊！啊，你的盔甲在被攻击了。完了，真的他会折来哦。他刚刚就是攻击你的盔甲架。哦，真的哎。哦，刚好我跑来这里，就因为你来跑来攻击我的盔甲架，好像有点绕口。哎、欸，不对，应该是你去攻击人家才对呢。对啊，应该是你去攻击人那个什么。哦，哈基哦，你怎么可以这样啊？嗯、这样就可以这样攻击别人？折来为了炸我的那个啦，我的盔甲架。哦。原来如此，欸，所以赛场有没有谁真的有去玩过那款游戏啊？没有，我是真的很好奇那款游戏到底是好玩。我也很好奇，但是我自己也不想要去宰，你知道？欸，我朋友说很好玩，欸，他还送好友邀请给我。我现在很多人在送啊，这很神奇啊，好神奇！这火力是想要攻击我的村庄？对啊，又要雪莉耶，我的天哪，雪莉。雪碧，不是说你们那个锻造系统啊？哎，有要玩的，你们可以稍微赌一把，因为之后锻造系统可能会更改，会改掉。那你们想要，就这样好了，因为我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更好，或者是更坏。那你们要不要决定说，要不要先多充几把，或者是之后留资源，这是可以，各位自己慢慢想一下。哦，好的。那改版前那锻造系统有没有什么活动之类的啊？活动啊，其实你知道吗？之前有一次的那个活动说，我们那个所有的锻造资源半价，啊，一直办到现在，啊，真假的，一直办到现在，有吗？对，现在的东西一直都是半价，其实原本其实是两倍价钱。哦，你是说，比如说原本应该要一组钻变，其实也一开始是设定是要两组这样？对，没错。啊，我一直一组是哦，是本来就是该一组的，其实是那时候没改回来，然后一直就是啊，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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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原来现在一直都比较便宜啊。对，没错。啊，知足啊。没有，那我们就要当初啊，你这个本来就是一组，我们不能清，没清的。我们想要更多的优惠。没有。哎呦，我们两组其实很不好冲哎，老实说。没人要第二位了哈，我要走了。好。噔噔噔噔噔！其实我一直很好奇，那个凋零骷髅头是在哪里啊？凋零骷髅头，我是走到上面那个深的平台，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走去下面那边。哦，哎呦，螃蟹怎么走？等一下，螃蟹是不是在打怪？啊，在跟你拼命。好，我要走了，我在跟你拼命。我走了。你现在在碉堡吗？在那个放很多花那边了。不是不是，你走回去，走回去。对，你走回去那个上楼梯之前，上按钮之前，右边有那个很多右边有个小门。哦，看到了，欸，对，讲出来。欸，我讲出来，我讲出来了。他讲出来，他供出来，他供出来。哎呦，要挟我，要挟，好多苦力怕。苦力怕。对啊，外面一大堆，讲出来，我已经讲出来了，一包青奶口讲出来，哇，那还蛮凉的，我的天，哇哇，真的蛮凉的，不用那么 open 啦，不用那么 open， 超级 open open 的，脱下来，啊，脱下来，嗯，你跟你婆婆陪之，呀，yeah ，你要叫他脱下来吗？你这样是性骚扰吧？不要，我的天哪！所以杰克是在
凋零骷髅，凋零骷髅头在等。哦，那我也要来去排队。好，我要。你要去找烈焰蛇。我为此而来，耶、我看到血流成河。我看到血流成河，血流成河。这个梗我就真的不知道从哪来的。海绵宝宝，从那个海绵宝宝啊。哦，这是海绵宝宝。嗯，那个是、哦、蟹老板吧？蟹老板他妈。对。哦。哎、欸，对耶，我们等一下要去放蜘蛛网，忘记放了啊。对，我刚刚看到他请假了，他刚刚在那个 SK 请假了。哦，5秒前，开台后5秒前。哦，突然想到今天好像是礼拜一啊，虽然迟到了，但请个假吧。哎、欸，这不是我学生其实常干的事吗？先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学生不是这样吗？哎、欸，怎么办？我睡过头了，怎么办？哎、欸，你叫那个谁帮我请假一下？是我突然不舒服的。哎、欸，没有哎、欸，我大学如果真的睡过头，我就直接就什么都不讲了，然后就翘课啦。我大学要线上要请假、啊，不然会被扣操心。哦，真的假的？哎、欸，你知道吗？我翘课翘超多次，然后我操心还是最高哎、欸。好猛哦、喔！其他人是多混啊？欸、拜托，没有那个其实也没差，只是你知道，就是贴说什么病假，然后其实一个那个请假的那个系统有请就好了。不是不是，因为团团他有练过空手，跆拳道黑带，是这样吗？老师怕被你折啊！拜托，老师怕被折，对啊。敢不敢请假？拿出黑带哦，给！没事没事没事，请报请报请报！你就算以后都不来也没关系。我怎么越来越多人了？都一样啊。大家都要哇！这次怎么这么热门哦？那我先去打。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他，那你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为蛇来，我是为了。地狱猪人，地狱猪人这里会有哦哦，上面好像会一起掉下来哦。不，团团，请问烈焰神的坐标？我记得我上次好像有打在这里的麦块区，但是现在要找一下，是 DC 还是 SK？DC， 我打一个什么轻松生存，那个应该就是吧？你可以走走看。哦，我看一下啊、哦，5 4 8，好，我去。我为此而来。闹钟是袜子，尼佛罗培兹、啊，为什么？什么东西？他说他早上闹钟是袜子，尼佛罗培兹吗？哇，我喜欢他。哇，是尼佛罗培兹！天哪！哇，可以改成团团他们的啦。你就为此而来？天哪！哇，是熊猫团团。酷耶、欸！哇，熊猫团团。哇哦，酷耶！酷耶！画面。黑的像在玩恐怖游戏耶！我天哪，亮度没调吧？我调到最亮了呀、啊！那你就把荧幕的亮度调亮。我来。你把光影关掉。哦，有光影吗？没有。没有吧？5 4 8 5 3 7。好了，你们先慢慢等，我要先找别的怪了。拜拜。5 4 8 5 3 7。哎、欸，我这边只放两个光碟。嗯。放两个 T4 的时间限制。嗯，600秒变得只剩24秒，你的二十四打可以吧？要打屁哦！哇哦，只有24秒，但是这血量都是只有一倍，速度一倍。那你这样奖励多少啊？全部都一倍，90颗钻石。哇，我就觉得全速度比较好，我就觉得全速度比较好，好像可以玩看看哦。可以试看看，很快哎、欸！你的一刀一个是可以啦，我们可能还行。对我们可能无法。等下我上去等，等下换你上去等。好，我看看，我看看。欸、如果有看到那个猪猪，可以跟我讲。你是说哪一只？那个猪猪手。哦，我是要僵尸化的、欸。我也要僵尸化的。哎、欸，好抢手哦，地狱。这边一堆啊！哎、欸，我的装备放箱子，靠背，我的装备放箱子。我要完了，完蛋了。没事，我衣服少衣服而已。我师傅不要砍我，谢谢。啊！你长得好像僵尸，僵尸猪不瘦啊！你长得好像猪不瘦是怎样？哇！被金钱蒙蔽双眼。哎、有一只、小雨上面有一只。嗯，我来了。啊！你在吃晚餐吗？你为此而来？我在吃饼干。你在吃饼干？哎，我已经很努力，就是用口水把它融化，没有用咬的了。为什么？嗯。还有怪有什么成功了？哎、欸，哦，出了 bug 了，哪里？你是知道有 bug，所以这样子。刚在这里看到的，要打。喵，一下，哎好，哎呦，
哎、欸，你们谁要打僵尸花猪不兽的？我这里一堆，我要走了。抢、哦、绿人，我、哦、好快哦，直接抢绿。快啊！注意哦，哎、欸，这边有那个哎、欸，会冲撞的那一只叫什么、啊？会冲撞猪不兽？我忘记那只叫什么？还是那个？这个它是一只小猪。哦，赤足兽，一只猪，赤足兽，它是一只猪哦，它是一只猪哦，哦，我在调亮度，你却那么凶，它叫猪图猛进啊，对啊，谁、啊、都撞啊，啊、哦，啊、哦，我靠，这里是爪肥是怎么那么多只师傅？我走了，拜拜。哦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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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对，你们要凋零的话，朱万劫不复吗？嗯，没有凋零。你为什么要戳破他、啊？不是吧？我突然想一下，嗯，怎么了？他要哭了哦！不要哭啦！他还没知道吧？我觉得他还没知道吧？什么？你讲错话了。没知道。没事没事，小雨讲出来，崩出来啦！我这个亮度我不知道怎么调哎、欸，我现在在这个地狱我什么都看不到哎、欸，我全黑了。你能站起来？哎、欸，就亮了。设定有明亮吗？我没有选项设定啊。等一下，什么马啸声、啊？没有，我已经是明亮了呀。可是它的电脑亮度我不会调。好吧，要调荧幕的亮度，对，荧幕亮度啊，嗯。我按荧幕亮度，然后他问我要不要离开，然后我按荧幕就没了。不是荧幕亮度，是你荧幕下面不是有几颗按钮可以按？对，然后我按那个啊，我就是按那个，然后他就跟我说要不要离开，我就说我就按离开，就离开了。应该有其他按钮吧？有对比度跟亮度吧？对啊，应该有大概三四颗。我四个，哎、欸，但我四个都按了，他一个先给我黑画面的一分钟，然后第二个给我黑画面的三分钟，然后再就是问我要不要离开，傻眼。你应该是按到自动调整，所以它才会黑画面吧、嗯？对啊，这很重，我的天，我的天哪、啊！三 C 八，三 C 八，三 C 八，我第一次遇到，我也是三 C 白痴哎，讲真的，讲的不是吧？你又不，你不像是啊？哎、欸，有没有凋零骷髅的可以 PP 我？有，我来了，我来了。这边很多，这边很多，不要急，这边有三只，这边有三只，然后另外一边，杰克这边有三只，记得戴口罩，记得戴口罩，人太多了，戴口罩。我倒了，我倒了，啊，我倒完了，我打完了，好，还没，吃东西，好像是通过电打，喵嘞，后面，有那边还有后面有两只，我倒完了。好、啊，全有人在家吗？每人一个钻啊，谢谢。啊，一钻吗？一钻？没有啦，回家就好，回家就好。打哆来咪嗦，不然我真是太黑了。我只是来打那个猎人神，对啊。我也为此而来了。哎、欸，你怎么在这里？谁？哆来咪嗦，哆来咪嗦，哆来咪嗦，我在家，你可以传他酱油啊。没关系，我可以跳进去，然后再跳回家就好了。为什么？你为什么不传我？我就不要这样。你为什么不传我真小雨菠萝配置？我要穿越。我为什么不为此而来？哎呦，白痴哎、欸哦！所以现在比较新的版本都可以异世界传送了。对啊，1.15就可以了。嗯，在之前就会说你不同世界无法传送。对啊，因为我一直记得说什么不同世界不能传。哇哦，以前确实不行。酷哎、欸。酷耶、欸！酷耶、欸！酷耶、欸！怪都打完了，都打完了。为什么新版本的麦块好像指令会怪怪的？啊，你发现什么怪怪的？就是之前不是铁巨人会自己突然就它就不会消失吗？嗯然后是因为正常来说，怪物生成的时候给它一个 tag 和一个标签在身上，类似身上会有个那个价钱标签呐、啊。嗯、啊，只是这个标签不知道怎么会被拔掉。刚刚打那个副本也是，副本那应该是侦测说，只要那个标签怪还在，它就不会结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变成全部都没有标签了、啊。对 ，tag 都不见了。哦，酷哎、欸！太诡异了吧！我刚拉回放，看到下面不是会显示说剩几只怪吗？对，我从14只，我只砍一刀，然后没死任何怪，变9，哎、欸，剩下剩7只，再砍一下，剩1只。啊，明明没砍死怪哦，超奇怪的。你把他的名字抹掉了、欸。对啊、wow,
是跟湖中女神许愿的，哇哦，酷哎！我这都怎么了？我这我做什么了？我做什么了？怎么了？把名字抹掉了、欸，好像是那个血量，因为血量的关系哦，哇，冲突了，啊，冲突了，酷哎！啊！我要蜘蛛王啊！酷哎、欸！蜘蛛王啊！啊！还是我自己去拿我家里珍藏的蜘蛛王好了。耶、yeah! ！我们有单独丝绸的书吗？你说丝绸 NPC 吗？村民吗？好像没有，没有，没有。嗯。那我找找，你要付一下才。我要把我的稿子或付成丝绸，因为它原本是幸运，要把它改成丝绸。嗯嗯。我有个问题。说。那我财产会跟着转移过去吗？会吧。那就好，不然我已经打算。哎、欸，不会，你要给我，快点，你现在给我。收费了哦。你要提前先给。我先给哦，不然会消失。所以我不要难过，到二我还是会好好存钱的，相信一箱不远了。没有，我觉得初二尖刺你会继续出。哎、欸，听说尖刺有改吗？冲冲冲冲冲！哎、欸，是不是抱歉，我是会努力给你钱的，但我想先把我的妆冲到死。我的天哪、啊！我竟然还冲妆？啊，对，刚刚说冲妆什么？我都没有那个卷了、欸，很恐怖哎、欸。哦，对、啊，我要得到一张，还有一张。啊！你说要么爆，要么过的卷吗？对啊，对呀、啊，应该很刺激耶、欸！啊，那有两张吗？我想冲抢那个，没有，没有。我去打一场好了，我去用我的奴隶们去帮我打架。会不会卡在上面、啊？他不会下去哦，他从天空上掉下来，不是一直在上面吗？啊，你的奴隶不会帮你打架，他只会卡在上面。他会看着你，加油，他帮你加油，加油，对。你可以招很多的观众看、那个是拉拉队，没有错啦。啊，我要去挖矿、嗯，我要实测今天我这样挖完快一小时，快两个小时的钻石，可以多少颗？我这样随便放是100倍速度、欸，100倍效率。嗯，我拿书来付会不会比较好？嗯，哎、欸，我那个蜘蛛网我放，我自己拿10颗哦。嗯，精怪是不是很久没出来了、啊？刚刚有出啊？啊，刚刚有出吗？刚刚有出一次，有吗？能去打嘞、欸？那我刚刚看到了、嗯、哦，直接随便传。他今年那张卷卖多少钱？啊、你说强绿吗？对呀、啊。嗯，你想出多少钱？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那就是我随便我喊价了哦。啊，你喊价，反正太贵我就不买而已、啊。16颗，16颗钻石，15钻最多，15钻最多。不仅16钻，哎，多少钱呢、哦？哎呀，等我怎么勾起我不好的回忆啊？16钻？没有啊，没有啊，14、16、15，16。16啊！烦，超烦！怎么了？两组，两组这么贵？这么贵？没错，太贵了吧？大家互相送来送去，这么贵？砍价啊！砍价啊！一组。哈哈，你这个幅度砍太大了吧？等一下，一组半。直接砍掉一组是怎么回事？一组半哦，一组半哈士就会喊半组。要一起，要一起，可以啊？要不要一组半？要不要？一组半几颗？90，100颗，100颗，改100颗，多少？50？为什么变50？那越喊越低啊！不行，90啊！100最低价了，不行低了，100最低下了。好，哎、欸，你知道我这边设计是平均哦，如果每个人每天都有打副本的话，平均，等一下我快死掉了，平均是两个人会拿到一张，应该说八个人会拿到2张这样子。哼，那就是你知道这很贵的东西，很秀的，100钻石应该还好。小雨要不要？
小雨要不要？小雨要不要来赚一下？可以。好，那去。那这个副本打一打，你就120钻了。你就120钻就可以买了，快点。我就可以买了。好，我来了。好，去吧。啊，等一下。干嘛？不是啊。我的剑在里面。没有救，差点空手来打。我来了，我来了。好了，好，出发。然后帮大家按出去。我用铁巨人了，看他会怎样。加油！准备来上，加油！人家都在上面呢。嗯啊，他都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哦，那是为蛇来。他可以上哎。耶耶！打角落就好，打角落，打角落。我现在等他跑到角落啊。我到底是怎么打到、啊？我好像都没打到、啊，好像都没打到、啊。对啊，看他明明就在那边，但是我打不到的感觉啊！我的错卡啦！呀，我打不到，他明明就在我面前。我都觉得我没打到。有打到，有打到。哦，有有有有了。哦，所以刚刚是因为卡的关系哦。卡了卡。啊，有了有了。哇，哎，我有种我打了个寂寞的感觉。我到底有没有打到你啊？你可以支一下吗？啊，有了。这被打得太惨了吧？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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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那这是扫地机器人啊！扫地机器人跑啦，打不到啦！扫地机器人，我想用色的，等下。好，大家离开那个角落，让他我想用色，哎，好好好好。他在扫地啦！我射到，射到！有有有有有，还有一只，还有一只。最后一只，哇！可以拿去买卷轴，你可以去买了，买了，耶！我可以去买卷轴了，我要出去。那刚还有人打到吗？没有。哎，不对，我有一个强力耶，现在发现。哇，你刚打到哇，赞啊！团团卖吗？说我吗？可是我在想，我今天有没有要冲？哎，看看啊，你是要冲什么？我要冲剑。你也要强，你也要封死哦。诶，这样五六七不行，我至少要三张卷才有办法挑战充实。我找两张卷啦。想想啊，下一个哈进买一张，然后再跟他买一张。我这一张就直接给那个想充刚好九到十的那个人好了。好，你说这样，如果有人办法抽到九到十的话，我这一张直接送他，我不用卖。哇哦哇！我九到十了，你们想办法抽到九吧。阿弟，我觉得良心。良心过意不去了呢？没有啊，一百，就是一百。可是我这个的意味着，你们如果没有人到风力九的话，就我就都不会给啊。一百颗，一百颗，拿去。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你知道？那我只是想要看一下九到十，见证那个奇迹。我也想要见证。哎，有人拿我钱跑走了啦！就是放钱头，走了走了，被看到了啊！对了，我要来放这个，你要放啥？那个对，那个过万圣节的过万圣节，你说蜘蛛王？现在新年还在过万圣节那一位蜘蛛王啊？哦，放一下又有哎，有啊！我刚刚其实一直在提醒你们，但是你们好像没意识到，有啊有啊，我去放了。不然就是你们都没有理我的意思。有啦有啦，那时候在打那个啊，我在打猪。刚刚我第一次被吃音，嗯，哭了。哦，我被吃了。对，我有一阵子刚才没讲话，我想说，哦，怎么这么安静啊？今天大家今天都不想讲话，最近这怪坏坏的，都这样，就是各种已经坏一阵子了。就、啊、我们现在要找一个通话软体也没办法找，没有什么好用的。没有其他的啊，各位聊天室的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很好用的聊天的软体啊？你不要跟我说 LINE 跟 SK 哦，这两个的通话品质很恐怖哦。真的，那个真的是。放完了自己拿那个吗？嗯啊，我刚刚自己拿的，自己拿自己拿，地方自己拿，我也都自己拿。是咋抠吗？咋抠咋抠咋抠？阿西倒了啦，阿西。阿西早就没了，等一下，那你那边还来得及买口罩？快点买，好不好？还来得及买口罩，然后还来得及要出去玩，快出去玩，真的，快出去玩，快出去玩，哎，对，你在当时空旅人，对，啊不要去说那个好像哪个地方有会被抓走，那个酱油你断了，很危险哦，很危险哦，酱油被抓走了，我断了，嘿，然后你偷了我的光碟。哦哦哦！你看你是什么光碟？哦、嗯，
对，我看一下，这个是副本强化光点 F4。你是捅我的？你是不是偷我的？捅我的？哎，我好卡哦。你不太行哎、欸。一点点卡。我打你都不会击退、欸嗯，你不行了。有，我飞好远了，瑞凡。没有，你感觉是用走的过去，不是被击退过去的。对，哎、欸，他们有人说 Discord 的管理员跑去抖 Hololive， 所以是怎样把我们？他是臭滴滴耶、欸，你知道吗？没有，他抖去 Hololive， 他有 PC 的那个伺服器爆炸这样吗？等一下，他出现在各个台耶、欸，超夸张！哎耶，是真的哦，是真的吗？真的啊，真的，是真的，什么？这样他很有目标耶、欸，他知道他赚钱是为了什么？然后这个伺服器越来越糟，这样吗？笑死！他为了众多老婆、欸，哎，每个老婆都要有一点。我的天哪、啊！赞、嗯、哦，小酷哎、欸，酷哎、欸，镜子的滴滴。你们讲的那些，要不就是已经没了，要不就是电脑应该没办法用吧？你说感觉就是只有即时通，只有手机可以用，没有啦，即时通没了吧？有没有什么好的？没了、啊，即时通没了、啊，机器机啊，软体的那个可以来找我们工商啊。哎，你说 Karina 那个聊聊，叫机器机啊，那个聊聊好像也没有很好哎、欸，那时候有用过，体感还好，普普，就普通啊。哦、COOM 是什么啊？那有什么啊？对，好像有人有讲到这个交友软体那种吗？交友Z 叫什么 ZOM ZOM 对 ZOM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Zone。还有一个企业视讯会议和网络会议，哎呦这可能有机会哦，好像可以哦，怕吃资源啊、嗯、对就不知道。还有一个是 V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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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BER。 哎，他们有人说不要用 Zone， 这种有治安危险的啊，不要不要，那就不要不要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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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一个人问题也是有治安问题啊，另外一个没有，另一个没，他们还没讲。然后 Google Meet 那个，我跟你讲，居家之前用过，我真的觉得也普普啦。居家，嗯，对啊，居家也是普普，居家对也普普的。对，就其实我们也有用过居家，居家超卡，嗯，我不行，它延迟也很高。对啊，是。拿到了，我拿到了单独丝绸了，碎啦、哦！对，我石钻没拿。Messenger， 为什么 C 是口的？啊，这样你会把它刷掉哦？什么东西？你是附其他附魔降阶了，对不对？对。那我们之前是用那个啦，我之前有用过 Curse， 嗯 ，Curse 又怎么可是 Curse 对，它被吃掉了。对，然后。在之前有用过雷蛇的，很神奇吧？雷蛇居然有出哦，雷蛇。然后有一阵子雷蛇的真的比较好，它比 DC 好，也比那个、嗯、那个当时刚 SK 不是刚爆炸吗？比 SK 那个时候还好、嗯。但是呢，它好不过三个月就爆炸，哇，对，就很可惜。不然以前我们那个录影都是去都用雷蛇这样。凉，有有有人说 VOOV 目前是没问题啊，那可以试试看。以后我们开台一起开台的时候可以去看哪一个 VOOV 为什么现在的平台都要取这种很神秘的名字啊？这是好像一个表情符号、啊。对啊，我刚才以为有人在乱来，想要看到有人打 ZOOM， VOOV VOOV， 我怎么在看它是？腾讯会议，哎呀，好、哦，国际版、哦。我看到另外一个是什么 ？Cisco， 现在都要口就对了。哦、跟那个好像是台湾的。哦。啊！哇，雷达！我体验了一把当时空管理者的感觉。管理者？对，我跑了多远，只要我一声号令，我就可以回到原位。好、哦，太卡了吧？白跑了、哦。太卡了吧？啊，这样没办法把效率留着哦。他们说自己做一个通讯软体，好难啊，这很难吧？我觉得这不好做啊。不好做。就算做起来了，那个稳定程度，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吧。你要有伺服器架设，然后连线，主要也是连线问题。对啊。对啊。
你看我们自己，你如果说好，我们自己弄好了，弄出来之后，你能相信我们这里的网路吗？我是不相信啊。哎、欸，我是很想，有没有好处想啊？现在我们七个人在通话嘛，那如果现在你们那边断了，七个人一起断，哎，你们就对啊，所以我说这不是好，就不孤单了，你们就不孤单的呀。天哪啊！其实通话软体还蛮多的哎、欸，观众就是讲各种不同的通话软体。他们有人说那个啦 ，T E A M S 不错。Teams， 他们说这个真的不错。那我们只好开一间工作室，大家在里面聊天了。每个那边面对面零面对面用喊的。对。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哎、欸，那很多回音也、欸、不行、啊。是这样子、欸，那好像是在打网咖一样。零延迟，对啊啦。每个礼拜一就在这边集合，租一个场地，然后每个礼拜一下去。那网咖、欸，那群人又来了。Mia, 有团体吗 ？Mia， 妈妈 Mia， Mia 就是那个啊，那不是叫软体商的那个？对啊，那不是叫软体吗？他是主打还不错，主打语音聊天呢、啊。他最近不是去做那个什么、oh. Podcast 吗？Podcast， 白色最近有一个讲说，我最近用过最稳定的就是纸杯跟棉线，虽然音质普普，太近距离了吧？纸杯棉线，哎、啊，跟棉线是怎样、啊？这样子你看，这些通讯软体该检讨了，纸杯棉线都可以赢过你们。我的天哪、啊！不过可是这只一对一啊，哎、欸，这个只能你们三个。对啊，哎、欸，你有没有试过那个线？如果千多条嘞，就是分叉，就杂音啊，有玩过啦、啊。你需要有个强波器哦。我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东西？同时中继器。最小最清晰。如果说要用那个什么、啊、什么一个地点聚会，那南部的有点痛苦哦。没有，我们就只能那个轻松生存一号团跟二号团了。不同时间登录这样子。对对对对。在同一个世界，可是大家没办法对话。你们听起来很哀伤啊！我的天哪、啊，超难过。唉。嗯，是没有哎、欸，对啊，那个也算是有线网路哎、欸，另类的有线通话，算是有线。嗯，其实我以前我在玩有玩过那个东西，我都在想说，到底是真的靠线传输声音，还是其实是我听到他在喊，讲很大声，讲太大声了，我听到他在喊，对，我听到这个是线呢、啊，好像是线，是它是线的震动传过去、啊，嗯，震动频率可以传过去，哦、嗯，就想说啊，理论是这样没讲没错啊，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嘞？就纸杯是扩大声音的功能、啊哦哦哦哦，直接到八岁啦，对、哦、啦、哦。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不限定风力哦，只要谁酒要充实，我就给他。他说我要用耐久，有没有一张强绿？我这个是只给九到十的啊、哦，八到九不给。我先来充一张，你要再充一下。我没有强绿。有没有强绿？我需要一张。我没有，我也缺强绿。没有打到，强绿怎么掉了？没有，副本而已，副本而已啊。可恶、还是你要注意点，你用防爆。这古典，这古典有点难呢、欸，25%而已、欸，是真的蛮难的。我真心觉得难，啊、这有点难。可是你刚刚前面堵脸都堵到了，我觉得好扯。我是想说他爆掉就算了，我就一直点，好，就上去了。他的心境才会过啊。但是你现在开始犹豫了，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没办法了。所以现在我想用强绿了。嗯。哇，丹尼，我记得那时候我玩那个什么、啊《希望恋曲》哦。嗯。然后他的那个加。啊，我记得是加十很难充吧。嗯。然后那时候有一件玩具，就是它没有什么防御。嗯、哦，小雨，哇，哦，哇，来，小雨，你那把留着，等一下我回家，我直接给你。然后我可以把它拿去充别的吗？充其他属性有没有？你拿去充别的，你就要给我200组，两百颗钻。200组。我只是想说，这一把是丝绸之术爆掉也没关系，结果它就充到9了。
挂都没关系啊。小偷抓到就抓到就上去了、欸，好烦哦、喔。那就让他冲爆吧。运气都不错哎、欸，对啊，2021嘛，做偷条、啊。像我刚刚随便挖钻石就超多个钻石母矿了，吓死我了。哎、欸，那我是不是？为什么没有？我不知道，我刚刚看到三个钻石母矿，我才随便小挖一下而已。夸张，夸张。那我这边应该来冲一下我的武器。冲啊！冲啊！你冲尖刺啊！你看现在这几率还不错、啊，几率 up 哎、欸！我怕等一下我第一张就爆了。那你就知道你这个月运势会不是很好。对，赶快把钱花出来消消灾。花出来，那些钻石全部花了。哇，我又一个母矿了啊，好开心啊！我要去你旁边了哦。好，一块一块。我刚刚这边都是碳。耶！你自己要冲东西吗？没有，想看你们冲。啊，我实在你要你要等到后面是不是？哎呀，他在垫水位，垫水位，垫水位。哦，耐久。八耐久八九八，可是耐久不会爆，是还好啊。对，他说那个耐我那个耐久九要充实啊。耐久十哇！今天我要充哦。反正耐久不会爆啊，就一直点一直点就对了、啊。对，所以那把是永远不会坏的。有道理耶，很赞。我是耐久直接冲盾冲到死。碎啦！碎啦！今天几率有没有加倍啊？你有偷条吗？没有吧？有吗？时间是怎么偷条吗？你好，谁的稿子在里面啊？哦，变势了！好，来冲耐久，冲耐久！啊啊一啊哦哦哦！上不去，上不去！加油，上加油，加油！没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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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钱呐！加油，你可以的！加油，有有有！呀一啊哦啊啊！用嘞，用嘞，成交了！耶！我很怕你们这，我在冲到一半时候给我偷点其他的东西去，把它改掉。改我要冲这个。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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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幸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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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你之前幸运九嘞？八嘞？没有啊，那是另外一只啊。那是另一把，你要为什么要冲那么多把？啊，我害怕啊。哦，那怕啊，几率又到这，那我就会怕啊。哦，好惨，没有爆哎。对啊，怎么越来越低了？我钱要花完了哎。就跟我之前一样啊。完蛋了，我要把上次抽奖的钱都花完了。对啊，上次有中过多呢。都差点忘了。变低下了。哎，他怎么又回来了？没了，我没钱了。又回来了。啊，被拿走了。哎呦，不好意思。是你是 Q 出来吗？还是什么？我的箱子 ，Q 出来 ，Q 出来 ，Q 出来，我是觉得这个好好用哦，哪一个 ？Q 出来，好耶，好耶 ，Q 出来，好耶，啊对，我要放蜘蛛网，我要转下蜘蛛网，那我要去挖矿，该开挖了吧？对吧、啊？今天有顶配钻石搞呢，宝。这哈基，我现在就是跟允哥说那把剑，你没救吗？就是那个已鉴定了、啊。你现在进去看看，不过要那个啦，一个显示吗？还是什么？要重置。哦，要重置哦，好，重置就比较 QQ 一点。那我丢个重置啊。嗯。反正再收石头就好了，好了正常了。哇、啊！啊，它不是特色武器了。它没特色了，无特色可言。无特色。它不是长条状的。哭了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是不喜欢人家开车？啊啊！它不是很长吗？就是那个它的条啊。怎么呛到了？哎呦！那时候不是说那个引荐定会洗的很长吗？是啊，对呀、啊，对呀、啊，可不完了。可不完了。阿杰，我想问个问题。你戳他笑点了。鉴定才会跑出那个发射箭矢吗？鉴定后才会有，对对，鉴定后才会出现这个发射箭矢，对吧？第一次鉴定的时候，它才会跳出来，之后它就一直常驻在了。对啊，它不会死掉。那如果磨掉嘞，磨掉再用重置时，会再出现吗？你说磨什么磨掉？发射箭矢啦，效果都磨掉。可以磨，可以试看看。
啊，结果你不要打到最后，你那一把什么都没有，我都没有，你知道吗？他变回一般的剑，因为我之前的是可以磨，对，我不知道后来他就这样更新完可不可以磨了。还是可以啦，如果跟以前可以磨，现在就可以磨了。我没有动过。好，我看。还有磨掉错几把通，还是我可以先备份一次啊？你说复制一把起来了？对啊，好可怕啊！这是你的决定，不行，这是你的冒险，不行，这是你的冒险。我跟你讲，人都是要冲冒险，所以你就冲下去。没有什么存档的，没有。要不要考虑先跟许愿女神那个？你知道我们轻松生存就是一个人生。你的第二人生，人没有回溯存档，准备世界末日要饿了。波波会跟我们讲说那个乐透号码，他说世界末日之前他会知道乐透号码。哦，哇，他做梦啊，他做梦说他那个就是世界末日好像是那种什么僵尸末日那种哦，然后说他。他提前知道了僵尸末日，然后在前一天告诉我们，然后而且也告诉我们正确的乐透号码。什么东西？可是到僵尸末日了，我哪在乎乐透号码？对啊，关钱什么事根本不用管啊，你还是活命再说吧。想要他会把金钱攻击是不是？拿钱砸僵尸？对啊，铜钱镖，铜钱镖。哦哟，起掉还在，起掉还在。你看到我手上的钱了吗？你会扯来？会扯来吗？哎，杰克，你乱讲话！波波说不是，不是波波说。哎，你讲的哎，还是他又乱讲话了？好吧，好吧。他是说，是前几个月跟你们说末日，结果你们不相信哦。哦，简短嘛，太简短了吧？太简短了吧？然后他就说他就报名牌这样啊，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そう。所以那个 Bobo 是台南神童是不是？台南神童，台南神童，不是吗？现在不是很多这种的吗？说那个新闻都会说什么？对啊，像最近不是有一个很多的很爆很大，就是那个嘛，印度神童。哦，那个对，对啊，黑啊黑啊，那是什么东西？就新闻有最近就会报说，就是有一个，就印度有一个小孩子，他就是精准的预言了2020年的所有发生，几乎所有发生的大事哦。然后他就说他有预言了一下2021的事情，然后说2021其实也是蛮恐怖的，这样他的说法是这样。嗯、啊，一年对啊，一年比一年惨哦。对啊，比方说，只说2020是预告片吗？对啊，那我想要之前不是说什么有穿越未来的哦？对啊，哎、欸，那个哈基可以讲很多，哈基不是之前有看吗？啊，你说看什么东西？就是什么有时空女人、穿越空女人什么鬼的？我记得那时候不是讲一些哦，我是看老高的啦，老高影片、就是讲未来人，就是讲到说他们在那边是比较红是 Twitter 嘛？对啊，哎、欸、，Twitter 还是什么忘记了 ？Twitter， 日本比较红 Twitter 啊。对，然后他就讲说，就是有一个 Twitter 账号，就是创完之后，他说他是来自未来的人，一个说是来自2062，一个是2070吧。然后他们两个都，我那时候看呐、啊，其实详细要自己看影片。然后那时候看他最讲的是说，2031年这两个未来人都会讲到会发生一件大事。大事。大。然后。他就讲到说，哎、欸，等一下，他讲什么？我就忘记了。反正那时候未来人，我看到就是蛮多，蛮邪门的啊。他都讲中了。他是说过去的事情，他都讲中这样吗？对，有一些他都讲中了。然后他讲的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有人问说，2060几年之后日本还在吗？他说日本差点不在。好可怖哦！天哪、啊欸！他是这样讲，但是没有说发生什么事。然后后来讲说什么，有个比较敏感的国家不见了，这样子哦，被合并掉了吧，对不对？就是他上面是这样讲了、啊，不过就是看嘛，未来反正我们应该都活到那时候，应该活得到。我们必须体验那个时候。对，我们应该是体验得到那个时候。好可怕！你说那个我知道哎、欸，他不是说在那个2060年之后，房地产都不值钱了。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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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欸、然后书变得很贵、很贵、很贵，变成稀有物资了、嗯。对，就是有物质的东西都变很贵嘛。嗯，对啊。如果你们去查那个影片啊，你查未来人，如果查到老高，你会发现
过一阵子你的那个右边推荐全部都 是, 都是全部都是他的影片了。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啦，但我知道我现在旁边全部都是老高。哎、欸欸、他们有人讲了哦，所以因为那个时候、哦、啊没办法了，笑他。你是他们有本周第一个爆的，你那个千年古物爆了。哦，你把它弄爆了。哦，千年古物。对啊，他们说那个敏感的国家原来变成印度了。那时候你好像没有讲到、欸，哎，有没有印象？他应该是有讲到，可是我没有记得太清楚。对，我觉得你要是跟我们讲，原来是变印度哦、喔。哦，说印度会崛起啦。对，其实我觉得也合理啦。你看现在印度那个人口那么多，然后他们聪明的人又这么多。哎、欸，可是你看那个，我知道他好像2040年的时候就已经变印度了。好，居然因为你有去看了，我以为你没看了。因为那时候太红了呀，我旁边很多人在讲，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可是他有一个、是我那时候听到，我觉得就是没有准的地方。他在跟你讲的吗？美国会连任。哦，可是现在美国连任还在吵呢，是还在吵啦，啊、还没吵完，不知道结果是怎样。对啊，不过其实他如果哎、欸，你要来挖矿。有 boss 在附近啊！哦，没有啊，其实就算他都没连任好了，其实他的预言率也是算高的、啊嗯，就撇除这个以外啊，因为预言不可能百分百准确啦、啊，但是只要有个八成准，我都觉得很可怕了。他说他是未来来的人啊，不知道哦，真的不知道。但是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时空会自动修正那些错误的东西，有未来人来的。目的是为了让时空跟他们未来不一样哦，有可能，对，有那种说法是这样，蝴蝶效应吗？他就说这个时间点那个时候会发生这个事情，那现在他来了，就是会想，就当然就是想多一个不确定因子，就会变得不一样，这也是合理啦，对，对啊。啊，那这时候我看就有人看了预言以后，然后就来猜说，他说就是什么。后面什么人口会越来越少，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次疫情之类的？哎、欸，可是其实认真说，这次疫情真的少了很多人、欸、很恐怖哎、欸，这有可能真的很可怕，而且现在又有变种妖鼠鬼，真的变种传染力又更强了，对吧、啊？好可怕、啊，觉得害怕、啊，可是近几年来最可怕的那种。对啊，可是他们的研究其实就是讲起来的话，这次这个疫情致死率不高，可是是感染力很强。对啊，可是他一直他的那个病症来讲，他一直变种变到最后就不知道会不会又是致死率高、感染率高。我跟你讲，因为呢，你看哦，像我们以前有玩过那个嘛，瘟疫公司也知道嘛。像我也最喜欢就是先把感染率点高，然后根本没什么症状，然后最后再一口气是爆死。对啊，超好玩。对啊，一次突变爆死，这样子就比较容易死多人。不行啊，你前面杀伤力太高，很快就被人类发现了。真的，所以我在想，如果这个也是这样要挟我，吓死人哦。啊，这不会是。另外一个星球人在玩瘟疫公司吧？救命啊！我们果然是数据。神在玩吗？啊，不小心生太多人了，玩一下吧。所以难道台湾前面的时候是刚开始的冰岛吗？真的哎、欸！玩瘟疫公司哦，冰岛是噩梦，你知道吗？哦、冰岛好难哦，最难攻陷的地方。对啊，最难攻陷的地方不是冰岛，就隔什么隔陵兰威。对啊，就这两个地方啊，气死了，每次都进不去。对啊，还不能直接出生在那里会冷死。对，你们病毒没有抗寒，好好笑。虽然说他那个就是存活率很高，可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肺炎这种东西，就是已经感染下去，你的肺基本上都是已经有受伤了。嗯，就是对啊，中了就是肺一半。对啊，你就中了就肺一半了，以后你拉肚子的几率可能变高。肺、啊、跟拉不一样吧？为什么？不一样哎。你的呼吸系统会变很差，就是你可能很容易喘气、啊，很容易，因为你的肺是受损的状况、嗯。对啊，那为什么会拉肚子？对啊，你要问酱油，这我不知道。问酱油，他可能觉得拉肚子很痛苦吧？不是啊，因为有些人不是呼吸不顺畅的话，就会那个肚子痛吗？我身边蛮多这种的。为什么？这个观点错了、啊。不知道哎，就是像我，如果呼吸不顺畅，我会头晕想吐。
那是因为你缺氧啊。那缺氧啊。對啊，缺氧会有头晕想吐的。旁边有蛮多人就说他们每次就是呼吸很不顺畅的时候，然后就很想拉肚子。我就想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所以这是基本配置吗？完了，这我不知道啊，但是是太没关联的吗？就很神秘啦。反正我是没拉啦。哦，你讲出来了。啊啊！那对不起，你讲出来，你讲。如果我这些跟我讲，你有在听的话，很抱歉，我惨了。你知道，就通常都是会讲说，哦，我最近都没感冒哎，好棒哦，什么之类的，这种通常到后来就直接爆炸了。啊！不，这是屡试不爽了，很恐怖，真的是。呸爆是怎样？呸爆！呸！哎呀，有没有杰克来，我都会感冒哎。对啊，你我认真、欸，我认真也觉得很怪哎、欸，就是你知道，像杰克，你前几天不是来吗？对啊，我刚好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怎么感觉鼻子有点卡卡 KK 的，不妙。然后后来又在睡，我后来又在睡久一点就好了，吓死我了。哎、欸，我突然有点害怕哎、欸，看啊。你知道你是过敏，可是我看你一直擤鼻涕，我真的好害怕哦。不过那个过敏就是大家是一直擤啊。对啊，可是你也是啊，很害怕，会不会你知道就是？哎、欸，我发现有轩跟杰克在的场合，你就更容易感冒、欸。你是说哈记吗？对啊。所以其实两个超级过敏。所以其实轩跟杰克在同个场合出现，就是两个超级结合体这样。对。没有，其实我在思考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怎么讲？你知道有像我跟轩，是我们真的是超级少出门的人。嗯，然后就是可能你知道，就是那种对于外界的免疫力会有差，你知道吗？所以你们每次出去回去都会爆炸哦？就是会啊。真的假的？所以你们这次也是吗？这次还好一点，可能因为真的太冷了，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之前我约你们出去，你们到后来回家都是爆炸啊、哦？就是都会觉得就是头晕晕，就有点快感冒。哇，我觉得真的有可能。对啊，我觉得很合理的推论。有没有常出去？我觉得可能有差。对啊，就像可能杰克的抗病能力比较高一点。出去走一走啦，然后去淡水找繁星了啦。来，不要宰了啦，不要宰了。可是好、好麻烦哦。走啊，到时候找房间啊，走啊，走啊，我可以哦，我还在哦，我可以哦，请带雨具哦，请带雨具哦，但是最近在下雨哦，好呀，下雨哦，那我不要了，不要算了啦，不要了，直接不要了，不行啦，我明天要去拔脸打花花。把脸打花花就好了，我帮你打了，你不用去，我不行啊！打花花，打花花，你有那个会死掉，你打会死掉。打什么花花？没有啦，就那个镭射。哦，加油！哎呀，那哎，真的差很多，现在变很好。就是可是现在就是只有右侧，但左侧真的还要再加油。我是不是该去垫一下？嗯，你要去垫一下，没有没有，杰克，你那个不能先垫，因为你现在还很多都是红的痘痘。对，你要那个是要先拿修复，修不好渗成疤才有办法。对，因为其实雷射是在破坏你的皮肤，拉皱。对对对对，很恐怖哎，其实而且很痛。老实说，就是在玩你的复原能力啦。哎，所以他有跟你说，就都要睡饱睡好之类的。真的，但是你好像都没。我跟你讲，我没有早睡，但是我都有睡满八小时。哦，我只有那个上个礼拜哈，那个因为鬼王哈，都四五个小时而已。那你这样子 OK 吗？不听医嘱做事，没事。我现在应该有睡饱了啦，应该啦，应该嘛。是不是都是那种自己当医生这样子，这个药吃了就没症状了，不吃了不吃了，这样就可以了。没有哎，我是很乖的，我都会吃光光。像我家里人真的就是这样，我觉得超夸张。他那个什么有一盒全部都是装那个药，然后那个药都是他给他叫他吃四天，他只吃三天的，我觉得超扯。欸，那我真的会生气耶，就不知道在干嘛、啊，你就跑去看医生还不把药好好吃完，我真的生气。对啊，对不起啦，对不起嘛。有人中了，有人中了，你爸爸快念他，快念他啦。他每次就是我三餐就早上不一定会起来吃嘛，啊，所以他说三餐我就吃两，一天只吃两包，然后睡前那一包又可能说有时候就忘记吃，你知道就啊，那你就要多吃几天要把它吃完。你啊，可是我现在只剩晚睡前的那一种包。跟两只剩一包，哇！你怎么吃到变这样，好猛、啊！那有些药不是早晚是一样，然后中午不一样的哟。有一些有啦，我是三餐，然后一样，然后睡前不一样。
为什么你会留配置留成这样子？对啊，你的配置留这样，我觉得很神奇耶、欸。那我教你，因为我也是常常弄，就是那种什么早上起来啊，然后怎样的，然后没有吃，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你会变这样子哦。不要，我想吃一包就对了。哦，对，其实对啊，这样算也是这样算是，因为他会说早餐、午餐、晚餐都要吃，其实这样算一下就是5小时5小时啊，大概4到5小时一次，啊、他就中间帮你隔一个时间。那个是仅次于那种就是感冒啦，说需要有些控制病毒 啊。我吃那个药是我那个胃食道逆流，所以是要饭前吃，对，这个对、啊、这个就不太一样了，不能这样子。我之前有你混在饭里面吃吧。你只会让我想到猫猫狗狗，对啊，对啊，我一样要把它加进去。天哪！我那时候吃 Calkids 的药，我也是一样，因为说作息比较不正常，我也是一样，5个小时吃一次，反正就是5个小时吃一次。哦，你那个就没、哦、就可以这样算，没关系啊。可是有一些药，如果他是跟你说一定要是餐前或餐后的话，建议还是以那个规则去走。空腹啦，就是你至少要吃点东西。对，有些东西是吃下去之后，因为你的一些身体机制需要去给它触发，它才会去吸收，就是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啦。对，嗯，是这样。到那种要饭前吃，我就是5小时，然后吃完药以后马上吃饭。那你要先吃完东西再吃、啊。他通常会说要饭后吃，就是他的药会比较伤胃或者是干嘛。对，就变成是如果你饭前吃的话就可能药效果会更强。对，我觉得最尴尬的是那种，就是我刚刚说是要饭前还饭后吃，然后医生回我你开心就好。啊、那种就还好、啊，那就还好啊。他就是说你饭前饭后吃都可以啦，看你想怎么吃都行。我就用点喝啦，那个就是时间有隔就好了。而且我都反正你一天吃三包吼，啊，你想饭前饭后都可以啦，这样。那就不伤胃的、啊，那没关系，对吧、啊？对啊，那个就还好。那就是都可以，但是就是记得要吃满三包就是了。对，混在饭里面了啦，混在饭里了。对啊，欸，可是你知道我之前，因为之前都是吃药都是吞的嘛，有一次我小时候很好奇，我就用咬的，发现不行，欸，咬起来感觉超怪的，就那个胶囊怎么会咬啊？我就很好奇，胶囊会咬的，我就好奇啊，想咬咬看，我就咬咬，哦，我就吐出来。哎、欸，我以前有那个把那个胶囊掰开，我也是掰开吃哎、欸，为什么掰开吃？哎，胶、欸、囊里面都超苦的哎、欸，对啊，苦。通常会装胶囊，就是因为它真的太苦了，就难怪大家都会药粉那种、它里面就是药粉药丸，嗯，对。啊，小时候不懂事啊，然后长大以后哦，我真是傻了，傻子，太可怕了。嗯，不行。如果是我说苦是还好，可是就是本身你不逼不得已吃到苦，我觉得还行。可是如果要我直接在吃苦，我不行，我不要。你不想吃苦？我是苦瓜的，我又能吃苦瓜的很好吃。哎、欸，我也喜欢苦。没有苦瓜是因为那个吧？通常苦瓜都会加咸蛋黄啊。啊？没有啊。可是像是加是去夹那个沙拉，生菜沙拉，我会加苦瓜来吃啊。嗯，苦瓜好吃啊。神奇哦。就是我怎么讲，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很讨厌很讨厌，可是长大会觉得我舌头是不是很久没用了，很想要它苦一下，至少。的确，不错，味觉会比较那个。是啦，是咸啊，比较退化。可是找酸甜苦辣吧。啊，讲完就被霸凌啊！我刚才被霸凌。DC 霸凌啦、哦！我想说，我霸凌了谁吗？啊、没有，我跟你讲完，我就没声音了。好啊！哇，真的是哭了。那酸甜苦辣，你们最能接受什么东西？酸、酸、甜。我也是酸。最能你说不能还是最最能最能接受？那酸我不行、欸，酸我酸也不太行，其他我都还。我都可以，全酸全甜。没有，你是甜吧？你是甜甜怪兽哎、欸啊！你怎么会放弃甜甜怪兽的名号？啊，是啦，甜可以啦，可是我不行啊，现在不行啊，哎，现在你因为某些因素不行了、啊，哎，不行啊，不然我钱就要打水漂啦。我在打喷嚏。不行，有时候觉得酸好爽哦，辣也好爽，很爽啊。辣我不行，辣我不行。
我辣到后面是觉得很痛哎、欸，我的天哪！反正就痛、啊，辣板就是痛、啊，痛觉、啊，你知道吗？是痛觉啊！对啊，辣板就是痛，因为我不是不吃辣，唯一能吃的辣就。所以你知道爱吃辣都是 M 吗？啊，抖 M， 这这我不否认啊。呦喂！哎，酸的酸的话，其实我那种软糖的那种糖果酸我不太接受，但是我很能接受泰式的那种酸哎、欸。就那种泰式、粤式啊，那种的酸，我很喜欢。好，很赞。可是很可惜是泰式的那个食物很多都有虾子，所以我们没办法，工作室的几个就是去吃泰式。真的。对啊，不然我会跟呀，我会吃饱，吃饱。没关系，你们去吃，你们没关系，真的没关系。你们没有，我跟你讲，我们要找到那种就是那种泰式料理的，然后就是可以很多都吃很多种，然后里面有一些是你也能吃的嘛。就对吧、啊？因为好像有那种什么泰式料理的 buffet 之类的。有，其实我真的有吃过，很爽哦。对啊，超爽的，可以下次去吃吃看。而且那边也不是说只有虾子而已，那个那边也有别的。嗯嗯，对吧、啊？是有人在跑图，是不是？啊，没有啊，我在挖矿，我也在挖矿，还是我们在维卡的。那我再 TP 你一次哈。我在废矿啦，你们可以要逛也可以顺便。我在挖矿。好吧，那我 TP 你。对啊，因为感觉已经亡羊补牢了，你知道吗？分歧了，分爆。我在天上飞，天上飞。哎呀。啊，那想说最后两次嘛啊，那我觉得我把那个能够掉真人死的那个几率调高一点，好不好？你是说你要公开了吗？公开是好啊，那我就公开啊。可是应该你们也很难那个，很难洗啊。对，好好设定野怪会掉落宝石是会侦测你的跑步、跳跃、走路，同时达到某一个数值之后呢，你会获得那个数值加一。然后那个一，你到达这个一能够累积到五的时候，你附近最近的一只怪会发生绿，会有绿光，会绿化。对，那差不多也跟之前推论的差不多。只是之前没有推论到同时啦，之前就是某一家。就跑跑跳跳之类的，对对，因为你没有讲到走路，嗯也算是讲完，刚才可以大家开始狂跑，狂跑，没有要三个人一起，三个人要走，一个走一个跳一个跑，好不行，要同一个人，要同一个人啊，要同一个人哦，对，像变怪物公司哎、欸，而且是个别侦测，就是你可能到五位刚好到五，他也到五的时候，同时附近就有三只同时变那个绿烟，就有个僵尸旁边有人冒绿烟。而且它是累积，所以你们说什么有时候打一打，哎、欸，旁边怎么突然冒人，就表示是其实是之前累积的那个条件达成的。哦，そうか、そうですね。啊，宝宝，我觉得一张五十哦，有点贵。哎、欸，不好打耶。宝宝，我觉得真的就是打怪打金那什么 boss 才有。等到之后再研究了，再精进一下，看能不能普通怪物也会设定就是几率掉了。嗯，因为现在的改的话，就是改直接把它改掉，它所有的掉物都直接改成我设定的、哦，就是变成说它原本会可能蜘蛛会掉线啊，骷髅掉骨头啊，这个会全部被直接被盖掉，覆盖掉。嗯，就不能附加这样子，附加的时候可能几趴加掉什么。嗯，哎、欸，好像可以耶、欸。嗯那、啊、你现在到了是不是、嗯？啊，不行啊！可是有升怪钻就可以刷啦，那不行不行不行。对啊，还是别吧。還是要控制一下。嗯，这样就量产防爆卷哎、欸，好爽哦！穿神装，真的啊！这把就冲下去，爆人就算了。哦哦，要再进去吗？哎、啊，你不是说冲下去爆了就算了吗？冲下去啊，爆了就算了。犹豫了，你犹豫就没办法了，犹豫就没了。你看没了没了，哎呀，完了，超犹豫就没了，犹豫就被败北。他召唤铁人呢、欸，很酷哎、欸，很酷啊，很酷哎、欸啊，所以犹豫就会败北，很酷哎、
很酷哎、欸！我要停了，我要停了，酷哎、欸！冲到九，我直接这个强律送你哦。强律也不是给别人的，没有啊。现在小雨还没有挣到，小雨要跟我拿吗？啊，我现在没钱了。哇，可是小雨要冲是冲小雨，他原本是要冲富翁风力啊。小雨没钱，我可以赞助你一次。哇，太棒了！我现在这个是还没有人预定的哦，因为小雨没有要冲小绿啊。我讲有强绿九，我就敢上了、啊。我这个是只给九到十。对，要九到十才行。那我有没有要卖强绿卷的？他就都要卖掉给小雨了，不是吗？对啊，我买了一张。对啊，耶，没有加强绿卷的。我跟你讲，你就直接冲了吧。冲了啦。对啊，冲了、啊，冲了，真的好抖啦！行，你现在觉得抖了，那就是没办法了。哎呀，可惜，冲下去，没了没了。你就要像我刚刚一样，心无旁骛。对，一直线冲到底。对啊，杰克是谁？我认识的杰克很冲的，他是报名，你知道吗？对啊，你并不是杰克，是谁？我冲第一排吗？你速速哎！对啊，你们也是不是都冲满莽就对了？莽就对了。忙才有一线生机，穷穷穷哎！哎，穷啦，不赌吗？哎，谁要谁有人在楼上吗？我去，哈记不在，哈记怎样？他那个伤害数字卡在天上了，杰克，你有看到吗？有啊，41.6，对，好多41.6，数字卡住了，数字卡在天上了，你看，底下哎。嗯，该不会现在可以无限在上面都有数值、欸、啊？因为我刚拔掉，那瞬间我把它拔掉。哦，那边还有一只绿烟蜘蛛哎、欸。对，我刚刚副本打了四个绿烟，好爽，好爽哦！太猛了吧！刚刚就把它调成只要一半几率就好了。那是要去地牢乱跑了。好啦，我冲这把啦，爆这把爆了就真的算了。哎呦！他爆了！啊不！太久了啦，没事啊，不同把立法的技能啊。哦哦不，现在不是。我跟你讲，你已经把晦气用到这了，那你可以不要了。这恶魔呢喃，没有。我跟你讲，我想要送这只强绿哎，我想送强绿走哎。但是这强绿，我想要两张强绿卷。那你要去想办法赚到另一个强绿卷喽。高五强绿卷，100钻好不好？100钻啊，变100钻了，变100钻了。没有，没有，刚强绿刚就是100了，100了。没有了，现在物以稀为贵。对，去打副本呐、啊，打副本就有机会掉了。副本打完了，打完了，刚刚就是团团捡到啊。对啊，我不知道什么身上就有一只，你知道吗？运气在家吗？杰克，我在家，我要去刷石头了。快飞起来！快飞起来！因为我实在太卡了。哦哦，今天高手比较卡一点，嗯，因为导游的比较卡，我卡爆了。你的卡爆了，再刷。可是我也没加成，奇怪。幸运加成哦，幸运效果是钓鱼而已嘛。那个他说打。僵尸那个打 boss 掉的钻石也会有，也会有影响。嗯嗯，要给有幸运的人围刀。我现在幸运这样加起来才20而已。嗯，两倍，没有两倍，讲错了，0.2，1.2。怎么看呢、啊？自己算，用自己的装备算一算啦。自己装备的幸运、哦、自己算。我都只有加爬数，可是我没有一个基础数值。对，哎呦，我记得我好像有都设定这个东西哦。哎呦，所以我们现在是零乘以零还是零？对，零啊，只是说可以看身上的所有的数值。嗯，哦，好像有哦，我看一看，看一看。哎呀，完了，去修装。刚打完，装备啊！啊，点广告忘记了，点广告。哎呦喂！几天没开都忘了。嗯。
啊，打这一串就没开。这串能干嘛？哦，英达，哎，酱油真的好奇，你两只手指头到底怎么打到一分钟？哇，你两只手指头打了100多字的、啊，好扯哦。啊，我嘛，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想看，在旁边看你打、欸。我跟你讲，尤其是吵架的时候，好扯哦。吵架的时候会更快。哇，万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乘以十倍，等于就是你现在上面的那个。哦，那酱油你是像我现在血量233嘛，那他们写的十倍就是指说它其实是23.3的意思。哦，哦，幸运零。没有，我幸运也是零，没有个基础数让他加。对啊，对。那酱油，你英达可以吗？啊？英达？你说 King 然后打？英文，英文，要看状态好还可以，不好我就得看键盘。应该说，我只要没有错就可以一直打，只要错一个我就要看键盘了。好，就找不到了。所以你不是那种，就是有错一样不用看键盘。中文不用啦，英文要。哦。好，我单纯中英文的话可以，可是加符号不行。对。我加符号可以。我都不行。我是两种都可以，但是我打字速度就是普通。我只有18级。我英打找不太到符号。无法，我觉得好难哦，你们都好强、哦。我当时英打好像80级。英打80级哦，对啊，被逼用无虾米打，那时候是打中打。无虾米，我那时候也是老师叫我们考无虾米。对啊，这些特殊学生才能用中文，超偏心的。欸，我们那时候是就是老师说全班都要考无虾米，结果我那时候好像不知道跟我另外一个同学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那时候好像有事情嘛，我们好像出公差干嘛，我们就没考到。然后我们就后来要自己再去再报下一场，然后我们就放弃初一。好、啊，你们怎么这样？哇，超爽的！会啊，可是我们练习上课的时候还是一样要练五小米。欸，不对啊，私底下练习录音。欸，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人练五小米吗？不知道，应该有吧，可是比较少。对啊，为什么那个时候学校一直推广五小米？我其实很不懂欸。不知道。然后就说什么是以什么台湾人的逻辑下去那个的、啊嗯？因为你看现在大家还不知道用新注音。很气耶！我每次没有他，就是无虾米。如果你真的练到很熟很熟的话，你其实打字真的比较快，没错。是真的会比较快哦。可是那个问题建立在你要知道那个字长什么样子啊。哦、我一直没办法练无虾米，就是因为我对字没有概念。嗯，就是我想不起来那个字长什么样子。无虾米我也不这样，因为要猜就猜不了。他记得哈就是这个啊，我没骗你是真的、哦。对对，口味口。O A O。啊对啊 ，O 哟，为什么就口很像一个 O、就是、有没有？对啊，上面合啊，上面合，很像 A， 上面那个是一个 A 啊，上下拆啊，然后口又是 O 啊，所以就是 O 哟。哦，所以无虾米的理论就是把它拆成就是英文这样，英文字的样子，或者是音是那个音。对，这太难了啊！还有一些特别的。我现在一个都不记得了，我现在连自己的名字都拼不出来。拼就好，干嘛还要搞这些？真是哦。阿基是 I Z 喽。这是哈记，哈，有人用无虾米，有人可以哇，好扯哦！每分钟200多个字是什么鬼啊？对，就是无虾米，真的你打很快的话可以到200。好恶心、哦，有些是死记，因为他可能你打两、欸，你打三个那个字母就可以拼出那个字了。对，欸，不太需要选字，而且你通常都看打吧，那种比赛不是都是看打？对啊，对啊，他就是有一个那个啊，一个字、欸、一篇文章给你，然后就看着打。一个稿子给你啦，他们看着那字打，一直打，一直打。他们说我的团的字是这样欸。哦 ，X A， 对对对对对，没错。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因为外面那个框先嘛，外面那个也是口啊，外面一个是口，然后上面那个砖的上半部。这是死记，是 X， 就是太多了，太多它就是一个 X。你要死记，然后一个寸那个是 A。太多就是 X， 这是什么啦，白痴哦！它就是一坨在那边，那个就是 X。对，这个要死记的，然后再没有这个是死记的规则。再有些可能也是 O X A 嘛，然后再有分啊，要1、2、3、4、5、6。对，1、2、3、4、5。要死记。太有趣了吧！我的天、啊，没，你死记的时候你就觉得一点都不有趣。没有，我是规则真的很智障。设计的逻辑啊，我是说逻辑很有趣，但是我不会想用。很气耶！我那时候真的记到超气的。仓颉简又被霸凌了。
就看样子去猜，可是我现在比较阴啊、嗯、或者什么的这样。原来我觉得唱姐姐很难哎、欸，不容易啊。气耶、欸，嗯，因为有时候我根本不记得那个字长怎样。对啊，我就是因为我记不起来字长怎么样。对啊，我妈西，哇，你狂买装备啊？你知道怎么啦？拿什么？把钱花光是不是？我买鞘刺，好，是两个鞘刺啦，哎呀，我未来冲方向的，一个是加速的，一个是攻击的啦，哇，他可是我没有卖啦，超讨厌，没有，你要说除非你给我抢绿卷，跟你交换，价值更高，假帅帅啦。太帅，太帅了！太帅了！哎，教室，哎，谢谢啊！啊，假来鉴定一下，能假帅帅？鉴定啊！哎，哎呀，生命加速幸运，加2%幸运。嗯，洗掉，红字虫，犹豫就洗掉。好，换我玩了哦，生命。上来了，那么换出盾牌也不错啊。现在有那个附魔，就是潜能盾的，应该人少啊。潜能盾一个两个，就盾吗？我有盾牌那个潜能，没有吧？嗯，我没有，这好满哦。哇，哎、对，刚杰克不是说要御水剑？对啊，哦，没关系，我刚刚自己买有买到了。Okay. 怎么了？有，我刚刚是要叠附魔。哎呀，有了！啊呜！可可的董子，董子，这个是瞬间伤害加速。哎呦，这好像可以哦。哦，血量，不要全部乱七八糟就好了。哦，卡了一下。我能拿。你怎么乱七八糟啊？你说乱七八糟、啊。你刚刚说乱七八糟吗？没问题，给你乱七八糟。好的。大拼盘呢、欸？我哭了。哎、欸，什么都有，幸运、攻速、加速、最高生命、盔甲、攻击伤害、大杂烩，对吧？你想要什么啊？通通给你哦。哇，你真的是又你哭了、欸。我比我要哭了，我真的。骷髅贝克攻击，嗯，你修装备了，鞘刺有了，哇，你们大家都要修，都要很多哎，还好啦，我看看买多少，大概300颗、400颗钻石吧，40抽左右，也是蛮多的，收购重置时，你要多少啊？鉴定，他是1:100，1:100，没有啦，开玩笑，我充值时间少，我洗的时间多而已，20钻，高价收，其实真的变比较高了耶，20钻，之前都15，耳朵才高个5块，哎，这高五块还行哎，卖不卖？可是我不知道我有多少个，哦，等一下回去看一下。要完了，我要抢生意了，你要出多少？你要出多少？就哈基鞋吧，哈基鞋。有些还好。哦，我真的是卡到，你知道我点个东西，它东西会不见，然后冒出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再点一下，它又不见了。你是复制哦？没有，就那个。好，这个状况，先吓吓他。干嘛？我要来重振一下了。先吓吓他，他进不来。啊，你从这有时候有机会进不来啦。啊，真的吗？嗯，没有。如果进不来的话，我就要。小金，你要几颗？你的戒符盒要留下来。我先收个5颗。5颗。小伤害还行。那我真能死啊！真能死一样一二十我就哎呀，知道大家行情是20。来来来，1、2、3、4、5。啊，这里面了，这里面了。好好，1、2、3、4，耶！钱赚回来了，钱赚回来了，对啊，钱赚回来了。哦，感觉我回去挖个钻石吗？啊，不行，我要再找一下。哎、欸，只挖到21个母矿，好衰哦。
今天我今天也挖不太到哎、欸。幸运九不就很多了吗？你要想象有可能只有两颗一颗的、啊，是吧？对啊，现在有54个母矿。哈基怎么了？歪七扭八吗？歪七扭八了吧？等一下、很扭哎、欸，又扭了是不是？你的扭成怎么样？真的有？这个好像可以，这个单纯加幸运的呢？啊，加幸运的还没上去的，还没上去的，只有趴树的而已，难怪。那怎么加都不会加到幸运？你没了哎、欸！怎么充成怎么样子？充完了，没事，这个还行，加速跟生命。你还需不需要？我这里还有两颗啦。哦，不用。好，很快的瓜牛。还行。来看一下在那个中冲装会怎么样？我就发现冲更多，直接卡住，发现你根本没有动，有没有？就没有动，丢进去啊。再把钻石丢进去，你为什么丢钻石进去啊？我差点噎到，你知道吗？完了。喂，酱油，酱油，酱油，黑油，你为什么就丢钻石进去？我卡住。我帮你拿，我帮你钻石拿走。我现在很卡，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点钻石，然后钻石不见了，然后等十秒，它又出现在我手里，然后又不见了。你确定不是我们拿走的吗？被偷走了，确定你点还有吗？看啊，你确定钻石真的在吗？我等一下，所以你家的你家你朋友家的网路不好，但是电脑很好。等一下我问你，你是不是要锋利？我帮你点好不好？好，帮我点到锋利好不好？我下次阅读。好了，锋利了，你等一下好了，你好恐怖哦。等一下，对啊，你好恐怖、哦。他的电脑真的超好，可是他网路我跟你讲，真的是上面。他那天打电话跟我说，对啊，来台北都不跟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听他讲到这样，对，你就回他，你按你网路好一点，我再跟你吃饭啊。太现实了吧？来按，我真的有在按吗？有，你加班了，你加班了，可以继续按，你可以继续，你要加到几？你要加几啊？他是消失消失了，你是满足了吗？你按要变三把，好厉害啊！什么三把？三刀流哎、欸，他就是那个啊，他自己看他变三把，很好啊。对啊，居然这怎么办？我真的有在按吗？你结束了没有？你现在没有这样，你收起来，你就把钻戒、那玉髓戒收起来了。你收起来了？哎呀，68039120，什么680？在讲电话、喔？什么东西？你在讲什么？电话号码、喔？不要讲出来啦！精怪精怪！哎呦！我快要顶了！我把那个绿色拿起来了啦！绿色拿了，发了！哇！不行，欸、我没。你没有卷，你不要闹！我在那个中口、欸。不对，你请你闹大力一点。5484，你好啦，我要用了，我换我用了。你用。哎、欸，不过莫名其妙获得了一个八，很开心。冲错地方。5484，有人在爆啊！爆掉了！一个翅膀，我什么都没看到。又下一只了，又一只。哦，啊，所以那只清掉了哦。哦，好，那一只清掉了。哎、欸，它寄在你附近啊。哦，有一个翅膀碎啦。哦，怎么又出现另一只？啊，怎么又下一只？4343，哈基都哈基那边的。被旋转了吗？对，你被旋转了。哎、欸，都负的啦，哭啊！哎、欸，又下一只了。干嘛呀、啊？因为生太多只，因为上次没有关束器。哦，没关束器。啊，你是不是在消耗我的那个烟火？哦、在旋转了吗？我在飞哦。在那个神怪砖这里，我到了。牛。神怪砖。换个好讲，那个换个角度想，酱油不会过来咯。过去哪？对耶。安全不好打。我马上来，等我，我那个也要来。我把你打死，我化一装。那个也要来，我来了。哎，欸、他药水丢太远。丢了。傻眼。我那个也要来，我来了。哎呦喂、啊，好可怕。哎呦，有没有觉得我那个铁巨人更可怕？你那个铁巨人很怕回到他、哎呦。哎呦，等下，我被酱油挤到。哦。哎呦。中毒了，中毒了，好毒啊、哦，好毒啊、哦，好毒啊、哦。我怀疑酱油来蹭分的。我没有，我有在打，我看我在挥哎、欸，死了！耶、等一下，多少？我的
什么多少？64个在这里。245个人。我要回家了，有没有？我刚刚身上有钻石，你可以 TP 我们，你可以 TP 我们都可以。我要看一下伟大的观众们。原本，可恶，最后几下砍在酱油身上，气死！你知道我刚刚看是怎样？我看是大家卡在空中，然后那个剑啪啪啪啪啪啪 啪的狂挥，丢钥匙丢快死掉，他就快死了哎、欸，快死！所以他是你那边一组吗？对，一组，那边多28个，有没有箱子？没有。我借符合，这几个人啊，一二三，总共5个人分，这是人跑了。对啊，这有箱子。我干，我干，多一颗，有这样。哎，耶，凶哎！感谢洗啊，那个洗能石头石可以拿吗？不行，拿的是我的。石头石只一笔，还有一份随便拿。谢谢酱油啊，酱油啊。哎，小偷回来吗？我太卡了。好好好，我等一下拿给你。欸、可是我刚打女巫很快乐哎、欸，因为我一直在卡，所以那小雨那个虫子石可以收吗？啊，我剩一颗哎、欸。看你看有没有卖？20吗？嘿嘿嘿，好啊。他、啊、旁边那个怪怪的，我们可以去其他地方吗？怪怪的，怪的，怪的，还剩一滴血，还剩一滴血，还剩一滴血。我刚已经收5颗了，没有。有妖血怪，我差点死掉，妖血怪有。不是剩一滴血哦，剩一滴血在那边玩。哦，我们在这边就好，这边就好。啊，反弹他死掉了。你过来啦！你就把那颗拿走，要换20颗。哎，走！哎呦！放了！快走，快走，快走！把他拉过来补血，再过去。去补血！耶！在干嘛？在干嘛？在干嘛？我帮你挖，我帮你挖，我帮你挖啊！啊！怎么了？被打了！不行，不要乱看而已嘛，看看而已。不行，你是不是在？你是不是在护食啊？我在护食。啊！熊猫是在护食的吗？哦哟，我要看一下这边几个啊？我不知道。1、2、3、4×5，大概是20。好，我要来看看20会多少。耶、yeah ！猜对有。有东西吗？哦、有吸到，有吸到，有吸到。好痛，好痛！你刚刚有吸到对不对？我知道。没有，我没有吸到。哇、哦，全绿耶、欸！哇、哦，绿爆哎、欸！好、哦、绿。这样有这种卡吗？我的武器不见了，我给等一下，武器不见了。就发现这次真的是不大被、啊、被拿走了吗？要不是冲武器，你冲稿子呢？你冲稿子、欸，冲稿子。哎、欸，我幸运五哎、欸。对啊，你幸运五的刀子是不是？我幸运五哎、欸。啊，算了。冲错了，还是你冲错了？没有，我冲对了。看、啊，你不要乱跑，我、oh. 给你。直接亮，你还真的吸到嘛？对不对？我在想说，你应该有吸到一坨。吸到嘛，就跑走了。对，你绕跑才对哦。你绕跑就，我之后看档案我就知道。对、yeah. 啊，会有观众去讲。观众会讲。哇，我刚刚55个母矿啊，我看一下哦。1、2、3、4，哇！我55个木矿有5组，又17个钻石、欸，哇哇哇，好夸张，超多哎、欸！我要冲东西了。你说几组？啊，五？我刚刚有55个木矿挖了5组的钻石，五组有几颗啊？17，所以55，平均一颗掉6个钻石，6条。哇，对，我告知啊，好，给你，这叫做轻松幸运稿。没有，这是大家的共有。耶、yeah ！哇！耶！呀！那我要去找那个失手之处的，还挖回来一堆。我跟你讲，我要来冲这把剑，这把剑爆掉就算了。冲冲冲冲冲冲冲！我发现狂按的过几率好像比较高呢。上次就讲了、啊，玄学啊，这就玄学啊。对啊，欸、看你信不信啊。啊！爆掉了！也是啊，我看你按一下就爆啊！哎、欸，太快了吧！哎、欸，直接爆掉不让我冲啊！好想冲啊！你都冲、啊，完全没有悬念，我傻眼。反正就爆掉就算了啊！爆掉了，夸张哎！我看成收石头120元呢、欸。
真的很石头，我不要，我懒得打，这样好不好？夸张哎，夸张，高五分神石，小妹妹。哎我为什么没办法按？小猫团团嘞，哦啊，没有，我知道你在哪了，没事了。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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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乱浪费钱吗？没有，我在冲装，我觉得好爽啊！好爽！钻石就是用在这种时候，可以用创造玩个游戏。你说就去不是就是像那个玩心脏病有没有？啊，换我冲了，然后换你冲了，换我冲了，这样子看谁冲到爆掉这样子。哎呦，还行哎，好可怕，好像很好玩哦。你说每个人都要拿最好的东西出来这样赌吗？对啊，抽到什么？好可怕！哎，感觉可以弄一个这个活动哦，很有意思哦。然后再来出钱，这是我最好的装备了。哦哦，稿子哦，好吧。他好多未鉴定的，好想帮他鉴定哦。好烂哦，我把它烧掉。洋洋，哦，来啦，未来冲啦。对，我这他不是都说父母很烂，他不想鉴定。哦，这游戏怎么是看父母、啊？我真的不懂。对呀、啊，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还有其他的效果吧。哎，顶亏了，顶亏了，那就顶了，那就顶了，哇哦，那就顶了。哦，那我应该设定超过十之后会狂扣钻石。不要啦！哇哦，三斧头是不能用锋利呀、啊，斧头、啊、斧头不能用锋利，好可惜哦。对，如果斧头可以用锋利，那很强哎、欸。嗯，想杀谁？哎、欸，盾牌耶！哇，你两抽就盾牌是谁啊？没有，我刚刚前面抽了好几抽。哦，我刚刚十抽盾牌一张，让我鉴定一下。来看一下。啊，没见到，再一次。哎、欸、秀，哎、欸、秀，哎、欸、秀，攻击速度两排，好像也不错，速度还行的。好啦，这个要取代我的熊猫盾了。再来，也差太多了吧？我要等小雨跟他谈完话。两百攻击速度，不要给我铲子！我要疯了，我想要剑。走开，走开，走开！你在干嘛？哇哦！哇哦！没有，那个都不要的、啊。哦，为什么？我稿子我两个都有顶的啦。他可能有在副手属性的啊。对啊，哦，对啊，我想要剑啦。那他其实有盾牌啦。哦，对耶。对，我刚刚有弄到盾牌啦，我弄那个盾牌。对耶，那我帮你剑。好。哎、欸，这里有钻石，是谁的？捡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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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的？就在那边啊。捡走也太过分了。这把这比较好。嗯，我见不了。嗯、哦，好废！我捡白痴哦。废，跳刺跟钻石双甲，双甲强度差这么多、哦。差很多啊。我们头上什么时候有这么多只？刚刚吧。No。哦。他们全部又卡住了。我刚上去想砍他们，开台前的时候，通通消失。有绿烟呢、欸。哦、哦，这钻石铲好凶哦！你要不要？这是干嘛的？攻击速度、攻击伤害、攻击伤害。哦，不错啊。可是他是主手，对吧、啊？主手、啊，对吧、啊？直接拿铲子打人呢、欸。真的？要不然我在下面帮你跑、帮你跳、收石头。好，铁巨人干他们！哇，铁巨人很烂哎。怎么都加生命值啊？这个上面有铁巨人吗？为什么我们都没看到？因为他只会出现一下子。哦，哦哦他自己没父母，好吧。再来，我抖音买爆。这种事我根本看不到我买了什么，我傻眼。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但是我花钱很爽，很爽，花了钱，我花了钱很爽。哎、欸，我又有一个盾牌了耶！哇哇，你在过年呢、欸？你真的在过年呢、欸？可是我要玉髓剑呢，没有玉髓剑。你 是脱离非洲之后就变这样子了？没有，他最近在欧洲啊。
啊，白痴！我刚刚把我说我要剑，然后把剑烧掉，你砍我，烧你烧掉啊，白痴啊！运石剑不能烧吧？不是，不是啦，我抽到一般钻石剑啦。哦，白痴！我刚刚把它烧掉了。我想说运石剑烧不掉啊，白痴、喔！哎呦，潘姐，我错了啊！哇、哦！怎么会？我刚刚就下意识啊，这些都没用，没用，我就在那边丢。啊，错了，有一个有用的。你们都是垃圾，都是啊，这些也不要你的啊。哎，不是，哎呦，烧不掉的垃圾。啊，这是献祭，我一定要说服这是献祭，不要再给我铲子了。哦，这个钻石是我的啦。你说刚刚买完之后 Q 出来的，常飞。对 对，你好像不喜欢呢、欸，我帮你拿。哦、没有啦，啊、没关系啦我很喜欢，可以帮你处理，没关系。我超爱。然后对你，那要队友跳舞才还你。我为什么对你跳舞？要杀千。是在干嘛？是在干嘛？那我们要跳舞？没有啦，那他的钱。可恶，没看到跳舞。要这个，来来来，来你跳舞，你跳舞。他给你铲子，跟你讲。铲子，铲子。哎、欸，鉴定。我都没鉴定啊，让你去玩啊。他想要的是攻有用的东西啊。我想要用攻，我没有要副手的啦，我想要打架的。欸、我还有个盾牌鉴定一下好，我来抽。攻击伤害好烂，好烂。那我来看一下攻好了，还是我来冲攻啊？冲攻哦，冲攻吗？啊，好废哦，这个属性。不过属性是可以洗的嘛，对不对？对啊，对啊。哦，那还好啦，那我来。哎、欸，对耶，我来试试看这一个。啊，这个吃罪怎么废的跟什么一样？废好啦。加攻击伤害的竹头哎、欸，副手啊！哇，你真的是疯了哎、欸！七到八了，可恶，我没钻石了，我不想，我不能冲九，不想冲九，冲六多少啊？你用强力冲到九 啊？我没有要强，没有吧？我强力是只要九冲十的。看一下，还要多少啊？三还要十块？三十？哎、欸，是我攻击只要三十块哦。哦，对，这样半价不是吗？对啊，两颗钻石，一直都是半颗。来来，要两颗。好，来。哎、欸，真的，我刚挖好挖满的钻石都没了、啊。失败没了啦，哎，还不让我冲。他至少没爆掉吧？对不对？欸、不对，我现在还有五十颗钻石哎。冲了。再来，再来，再来，我还可以再冲一次。嗯。毒韵好坚强哦。哦，怎么又没了？哎。不啊！音乐怎么了？没事。好、哦，盔甲攻击多少？这是他基本数值，基本数值加三个。所以没有人有真能石吗？真能石，对吧、啊？真能石，来去看一下。我看看。不是啊，你知道吗？既然都已经知道那个母矿可以这么多，就是直接不怂了。直接冲起来，平均一比那个一个母矿就是六颗、嗯，对啊，很赚哎、欸，真是爱表这样赢啊！你是要真能死哦？嘿，真能，你要几个啊？有多少？我二十二个、欸，一比二十，哇哦，对啊，啊你要几个？全收，全收，哇哦，哇哦。酷欸酷欸酷欸我有快三组的钻石砖啊你好夸张哦哇快三组钻石砖哦来来来来对啊我跟你讲我也是三组画两组了来来来酷欸真能送你啦送你欸他说送你钻石给我来来来我看一下都要你二十二颗嘛二十二四四百四四百四除以九我给你四十九个钻石钻好不好？来啊，四十九，四十九点八，你应该给五十才对啊。是啊，没有，他是48.8呢，八点八啊，不是买多，不是会有送东西？哦、对啊，送了一些，送钻石啊，八四九，好来了，继续。
哇，酷欸！哎，我发现不能让师傅存钱哦，拜光光，拜光光，最后当然要用完啊。再来再来！现在我那个强绿，我要直接你要自己留着了，我自己用死到死啦！上去上去，酷欸！冲他冲他，酷欸！冲他冲上去冲上去！我去拿卷呐！啊，我怎么捡到一堆武器啊？啥什么钻石斧啊？给你的给你的，我要丢地板了。居然是丢地板吗？还机秀。哎哎哎，你好，好，我来冲了，冲上去， yeah. 冲上去，强律是放旁边嘛？嗯，安妮，啊、oh! yeah! ，恭喜你！我赔掉一把剑，然后冲一把弓，我觉得你这样运气够算够好了啦。对啊，运气太好了，吃个巧克力帮你庆祝。好，原来是吃巧克力庆祝，还要吃个饼干，吃个饼干帮你庆祝。反了吧！我要耐久，耐久吧，对，耐久。对对对。哦，耐久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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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好了，我要去付修。哎，不对，那不用修补嘞。对啊，不用了。那就无限吧，我找个无限书。哇，今天大家都在冲冲冲哎！不然因为快，我已经把钱输了。都这个系统都要换了。對啊、这个系统都要换了，冲一冲、啊。谁知道之后有什么呢？然后就有之后的更好。对啊，之后会留着呢。骗钱被骗光了。会留哦。搞不好之后石头没有用了呢，搞不好呢。搞不好更有用了呢。哇，小雨，嗯，你看看你手上拿的武器超帅。哇哦。嗯。我接那个麦块、嗯。小雨那把武器哪里的？超帅、欸。那你卖。哪边有啊？哦，好帅哦，很猛哦，酷哎、欸！太猛了吧，酷哎、欸，酷哎、欸，酷哎、欸！哎、欸，你们有没有无限的书？那个不是有那个吗？等一下，有商人不是吗？嗯、有啊。等一下，可是你无限叠下去，你是不是强力就又下来了？对吗？哎、欸，对耶，好像会哦。铁针者会吗？铁针者左边可以。左边如果是放左边是没差，但是如果是在右边的，其实会被重置掉。其实你射了几千发，应该也不会扣几格啦。没有啦，我是想说那个啦。我记得我之前的武器左边左武器放左边，右边放附魔书没事啊。没事那就好。好好好，我记得是没事啊，会降阶。对啊，主要是要看附魔书。就附之前先看一下就好了。对啊，附之前可以看不是吗？我记得不要太快把它拿起来。对对对，我会看，稍微看一下。无限哦，就无限书就好了。无限输，你看一下村民有没有？如果没有，我回家找一下。你这个东西不能放到我这边，因为过年还打麻将。你说你说哪一个？说你们说这个无限输不能放到我这边，我到时候过年还打麻将。无限输吗？把这个无限输，我跟你讲，我们就来验证，就是你最近应该跟我们玩的几局啊，都还好平平嘛。啊，你之后过年会不会突然超好运？酷哎、欸！来验证一下嘞，酷哎、欸！我就有办法。没有哎、欸，没有那个书，不要坏掉。没有。所以村民，那我可以射一发看看吗？啊，来啊啊！哇，好烫哦！八滴，八滴。嗯。不知道他记得装好不好，就是。嗯，我应该射那个、啊、老板、啊，不是去射老板好了，对吧、啊？老板，我来啦！射老板，老板好可怜了。下射他，下射老板。他看的显示数字，他现在在烧哎、欸，要等他。可是你举右键点了，他会变成在交易啊？看不到哎、欸，啊，所以攻进没有数字哦，好像看不到。怎样？哦，你砍有吗？有啊，砍是有的。对，砍有，但是射好像没有。老板偷偷告诉你。老板偷偷告诉你，我很痛，我很痛，好痛！老板偷偷告诉你，怕啥回？怕啥回？对，不对啊？我还是得弄一把剑出来，不然我没办法修装。什么东西？怎么有一把盾牌？他没有武器了。你太多盾牌了吧？你也太爽了吧？好爽哦！不知道是谁的型的，我的，不好意思，刚忘记拿走。
加盔甲的，有就更好的了啊。手掌，你跟哈基没有哎、欸，好了没了。我想问，这盾牌太多了吧？好爽哦，三张盾牌，两张，丝绸，差不多。你为什么有金蚕丝绸之处啊？发生什么事情？哦，我现在御水鼠已经找不到比它更好的东西了。三个加速，三个加伤害的，哦，这已经很棒了，真的哎，真的超棒了。这哦剑，耶耶耶，我要来冲剑，我已经冲上瘾啦，耶、yeah。哎、欸，不对，我先拿去修，拿去修装好了。你不是应该要先弄不死克星上去吗？对啊，你要用的话，武器的话要用不可。对啊，你先对，因为不能叠嘛，对不对？但是那节制氪金，不止氪金吧？节制氪金不是只能打蜘蛛、蜜蜂啊？不要、哦，蜜蜂也是哦。要打杜鱼啊？对，还有杜鱼了。哦哦、是哦，原来杜鱼也是节制哦。对啊，搞不好巨大杜鱼之类的、啊。之后的杜鱼 BOSS 之类的，几句话，几句。你知道以前他自己的苦力怕爆炸，是喷出一大堆杜鱼咬你吗？好饿哦，感觉蛮酷啦、啊。不过后来想好像也蛮酷的。大肚鱼，大肚，大肚。钻石还可以拿来干嘛？我看一下。我想要强化我装备，可是就觉得已经找不到更好的了。已经那个已经很强了、欸嗯，对啊，对啊，真的是那时候运气真的很棒。跟团团收盾牌，就用盾牌去洗树脂吗？嗯，洗副手，因为盾牌只有副手属性啊，它一定会出现副手而已啊。啊，对啦，对啊，对耶，酷耶。可是我这边有七个都是副手属性的、啊，所以你很屌啊，这很屌啊。可是你就变成是你，如果今天你把那个想办法把盾牌洗到跟那个一样的数值，你的盾牌还可以防御耶。嗯，对，到底是自己防御耶哦，很难在那个了，目标了，这是你的新的目标。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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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你这次不冲之后就都没机会冲了哎。哈哈哈哈哈！你现在副手来攻击力啊，三排，副手加三排攻击加三排速度，那三排攻击力两排速度两排生命有兴趣吗？嗯，你是缺钱？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我放箱子右下角。我先看到，我把我锄头拿去对比一下。嗯，你的光碟借我放一下，看一下。二十十六。哎、欸，其实他记得比较痛。我是三个加趴数，你是两个加趴数的。嗯嗯。你没有，你换上去去砍一下就知道痛不痛了。对啊。上次好像有测过啊，这个好像比较好啊。上次有加翘翅吧？这是另一块了，这是另一块了。嗯，这是我原本的。这个很六九八。好，那假如啊，这个、六九七，看这把剑没办法选到不是克星的，可惜。对啊，因为它已经有风力在上面了，那就直接冲风力啦。嗯。可是这还有加血量，嘣！然后加血量、欸，爆掉了血量、欸，血量，恶魔呢喃。可是我这个他又买啦，他又买啥啦？因为团长现在钱很多啊，对呀、啊，要用完了啦，被我败光光了怎么办呢？我觉得师傅到时候那个钱可能放我这里比较好。没有的事，你只是在找个借口不给我，对不对？对。把那个什么我们那个什么师门的财产给你，可能三天就没了。没有，我跟你讲嘛，三天一天就没了，但他把它弄光光、啊，哪会撑到三天这么久？天哪、啊，对不对？一小时就没了。才不是，我要节制氪，白痴，我不要节制氪星，我要不死氪星。洗掉，洗掉，洗掉，讲出来，节制也不错啊。洗掉，洗掉，出来，供出来啦，要不然走开。掉，可是四怕，反应怎么不浅？掉干呢、欸？哦，你要掉干啊、哦？
好像不会后悔。截肢颗星可以打小友，买啦，还有伤害加成哦，买啦，一喷打就会死的，不用截肢颗星啦。哎呦，好像不错哦，哎呦，几人死是不是？现在这个数值16、16、14，刚刚是20，刚刚多少？0.8，是打看看就知道。没有啊，你要想一下，那种数值都是洗能时可以去做更改的。对啊，对啊，没有，我刚刚已经洗过了。哎呦，有数值有增加。哎呦，不错哎，八点了。哎呀，我会不会中奖呢？我是不是睡到底呢？五号妹，五号妹啊，二六，有人吗？没人中哎，没人。25哦，嗯，对，哦，哇，没了，哇哇，还有两次，再一次机会，还有最后一次，究竟能不能中奖？擦边而过哎，天哪！这样子最后一次也就代表有一个人一定都是没中的喽。对啊，如果最后一个还没中。对啊，下一次的那个一定会抽到，最后把它抽出来，不会共估。哦，真的假的？哦，对，因为要换。哦，哎，会不会是我？应该可能我黑一下，我哎，那我觉得啊，我们下一次开奖要不要早一点啊？不然那个时候是10点开到，那个钻石也不能用啊。对啊，好啊，好啊，好啊，以后就改版了，就看要不要提早个半小时之类的。我还以为是刚进伺服器，马上开奖。那么刺激吗？这样子，有人会如果没中会失落一两个小时，不好。对啊，他太难过。下一次一定会有一个人最少一个人失落两个小时。他可以看别人花两个小时的钱。哎，允月，你这样讲怎么好像是哈基下次绝对不会中一样的？对啊，你怎么可以这样？现在只是哈基而已啦，允月。对啊。哭啊！酷哎、欸，酷哎、欸！酷欸、干嘛？太气了吧！好吵！坐不上去椅子。我还以为被霸凌了嘞！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都到了！耶！倒数第二次的轻松生存，耶！下课了，下课了！金怪，金怪，不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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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刚播个广告。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轻松生存是倒数第二次了。再私下再好好问他们那个吧，钻石跟那个冲撞的东西，不然现在问就感觉刚刚都没有来听，是因为刚刚在弄东西，所以没办法听。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啵啵啵啵啵啵。好了，玩完了，大家晚安喽，拜拜！要去露营。